农历羊年9月30日，今天的资讯全程安利。美国亚马逊推出《神海合集》《刺客枭雄》《最终幻想零式 HD》三游戏同捆的 PS4 主机，仅售349.99美元。唯一的遗憾是不可直邮中国，必须找转运。另外提一句 ，PS4 使用的100到240伏宽电压，全球都能用哦。另外 ，PSN 港服也开启了双11活动，不过香港人好像并没有跟上这边的思想进步速度。现在的双11是购物节，不是虐狗节呀、啊！一堆打折的绅士游戏，还全是老游戏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中国亚马逊海外购可直接购买西捷 Xbox 限定外接硬盘，采用了 Xbox 绿色涂装，并印有 Xbox 图标。有了它，玩数字版同学就再也不用担心硬盘不够用了。什么最近要买的游戏太多，没钱充值信仰了？再多说一句已经过去的活动吧。京东今天下午2点到3点限量放出了200张2000减1000的游戏机专用券。由于国行 PS4 降价到1999，不能用这个券，所以国行 Xbox One 用了以后，价格就变成了这个。Steam 也迎来了打折狂欢，国区的低价同时也可享受活动。巫师三、GTA 五等大作均有不同程度的折扣，中土世界甚至低至45元，堪比白菜。最后提一句，IGN对 Steam 手柄控制器评分仅为5.9分，不及格。主要槽点在手感廉价和学习成本过高上，所以也成为了今天唯一不推荐购买的东西啊。